欢迎来到不靠谱吉他社，我是峰哥。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常用扫弦节奏型的练习与讲解。我们现在看今天的谱子，还是第一件事，我们先打拍子。手下去是半拍，上来是半拍。那么我们看第一拍，它是一个四分音符，大，它是一个整拍。第二拍，它是一个后十六分音符，它是大大大。然后看第三拍，双八啊，两个八分音符，大大。第四拍依然是后十六，大大大，连起来打一下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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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左手制音，然后空扫一下。我来示范一下。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大家扫四分音符可以等拍子，也可以像以往一样手一直是一个上下摆动的动作。等拍子是这样，如果你等拍子去开始下一拍的时候啊，发现找不好节奏，卡不准拍子，那么你可以像以前一样一直是一个摆动的动作，每下去或者是上来的时候呢，占四分之一拍的时值，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十六分音符的时值。比如说像这样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手就没有等待的动作了。这个你觉得怎么样适合你，你就怎么去练。然后其他的要注意的就是像以往一样，在练习之前一定要先打拍子，然后空扫，最后呢再去慢速的跟着节拍器去练习，再逐步的去提速。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儿，咱们下节再见。